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8月26号是我们的 Yuki 哥哥千秋宝蛋，不，他的生日啊耶！来，我们来祝他一下 ，OK？ 别尴尬啊！然后这次呢，就来把他庆祝一下啦。他生日今天还要约我们出来一起拍摄，我就觉得哇，你这个人做 YouTube 这样脸有责任了没？哈？不过不用紧，今天呢，我就要让 Yuki 一整天都很好的享受。他每次都驾车载我们去哪里，去这边去那边的嘛。所以我打算呢，不让 Yuki 驾车，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 Yuki 得到很好的享受啦。哎，你不要载人的时候扭晕，我就打一个3块钱啦，应该给你顶几天了哈。现在没到他们了，游击在下面等了。哎，喂，游击没到位。喂，什么东西哦？我第一次看游击吃了嘞。太快了，没有可能嘞，太快了呗。不要讲不。先躺下先。Few moments later. 啊，游击到了，游击到了，来。啊，我下雨耶，我要保护我的寿星，不能让他淋到雨，避免他生病。嗨，关掉 engine， 到旁边坐我车。坐我车，坐我车就是了啦。哎呀，哎，你不要再直接关了，你要镜子要关的。来，小心头。啊，来啊，哎，慢慢拿，这里有水。哎，头啊，小心啊，来，来你来。雨伞呢？雨伞。我没有带，就这边带雨伞啊，来。然后雨伞都给你。啊，关。没有拍什么 content， 来，不要给你淋到雨。今天是拍让我当 VIP 哈。啊，今天给你好好享受，来来来，啊，老板来，请上。第一次能开门给我嘞。是没 ？OK， 来头啊，脚啊收好啊 ，OK。做我突然感觉到好像要照顾一个渣渣这样子。哎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是，又老一岁了。我的礼物呢？你的礼物不要急，你礼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。今天你会给我很多 surprise。surprise 一定会有的啦，只是你要耐心的等待。Okay. 现在只是趁那只羊没有出来。我应该在吃草啊，跟你讲。跟小羊在那边。看看啊。哇，谢谢。这老板下聊下你。现在我要去拍我的 content， 你要拍你的 content， 可以，来。今天你最大，你今天休息，不用驾车，不用去跑那么多。所以今天我是可以尽情的享受。帮我吃。啊，你先信我担心了。先到有 B 拍摄的地方，哎，多多等啊。来，我帮你开门。哇，小杨一起来，来，不急了，要照顾一个仔仔这样。我要打轮椅。打轮椅，开起来。哎，难道有？我要开张了 ，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白碗道小碗菜，我跟你们讲，哎，头发乱了，啊，对呀，帅，对呀，帅，来，头发怎么样？这里这么多，你要选择这个，这个是小孩子喝的。他选谁我真的分了，妈了，还在那边选，真的他生日啊，真的是啊，不给加生日我蛮冷的过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是什么呀？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？糖果耶！耶 ，I'm in the wrong。我叫我弟顾得好哎。于是来到这个 shopping mall， 我跟他们两个哦，每个礼拜一定会来一次。你为什么会来这边吗？对吧？因为这边太多美女。哦，今年我有一个生日愿望，什么愿望？希望可以脱单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帮我配对认识一个异性朋友。我明白了，第一次帮你庆祝呢，你是一个人；过了2年再帮你庆祝呢，你还是一个人。我今年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脱单。如果等一下那个女的啦，该跟她哪聊哦？记得好了 ，OK？ 还没有 follow 你啊，来 follow 我们两个人聊。想聊你，总是什么问题吧？看看你的脸啊，气的。有时候会有点后悔，你看。他们两个花这样好看，然后我呢就是这样子。以前这么贵。
很朴素，哎，朴素也是一种帅。你现在的眼睛是 scanner， 在找我的未来老婆。哎，那个可以吗？那个，他的样子可以养，你可以少奋斗20年了。不是，因为不同种族，我要同一个种族啊。真爱没有分这样多东西的。啊，我不一样，会有很多纠纷。能够代购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Yuki 单身了。我们绕了几个圈哦，还是没有 Yuki 看中。厉害，就是讲话。要是我觉得。相信还没出现，没有，你是相信一见钟情的呢，还是相信是日久生情？两个都相信，懂了没？只要爱情来了就是来了。哎，前面有摆那月饼档哎。哎，走，看看，因为很多人卖月饼都是美女啊。我们看一下这里啊，会不会比某某某广场的还要美啦？哇，这里完全。怎样哦？讲走讲看都没有嘞，走到我都有点不想在那边拍了，懂吗？喂，没有，不是没有，是他们的另一半。可惜那个男的不是你啊！哎，我看来只可以跟强在一起了。你看他灰色衣服是吧？是你自己拿。爱情是自己争取的，我可以陪着你。陪着你是要见证你的爱情，这样子你帮到我什么？我帮到你，至少你在哪的时候你还不是一个人。哦啊，你叫我们去四川，四川哪一个女生 IG 我看了久啊，卖月饼。一直念念不忘的哦。其实。Yuki 这样子哦，他让我肯定变成更难拍了，懂吗？因为 Yuki 变专业了，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他想要拿的那个人了了。这些全部喊不拉，他觉得没有，还是 OK 的，交多一点异性朋友是 OK 的啊。啊，这还是一样花心啊。哎，又回来五家，真的是啊。Yuki 也是对待女儿念念不忘是吧？今天他没有拿到啊。懂。然后偷偷拍给你们看 Yuki 的那个心意的对象是长怎样的。Emma 开始。看到，去，后面有一个一圈的时间，我想清楚。如果那个女孩子哦，一定要买月饼，一定买啊！哎，如果看这个影片呢、啊，还是有男朋友，男朋友看到这影片，我不是死？你要先问有没有男朋友吗？做朋友吗？不是。不代表你一拿就在一起了吗？是不是？讲啊，男人这些气有啦，哎呀，所以不是我不要帮Yuki拿，因为这是他的爱情，他自己要争取。他卖月饼了，我先讲讲看月饼的。啊，去吧。鸡蛋糕啊，有一个人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去跟人家拿了，这样。有男朋友啊？有男朋友。所以搭讪也是有一个坏处，就是你根本不懂你搭讪到底是有男朋友的、啊，还是已经有老公了的、啊，还是有孩子了的、啊。孩子啊，真的是很难讲啊。哎。Yeah. 啊，随缘，我相信我的缘分总有一天会到来。OK， 最后一个挑战，拿着生日蛋糕直接拿了，不用放盒子啊，直接拿着，走去舞台那边。我这个 New York cheese 的蛋糕一个，不用盒子啊，可以直接放点蜡烛嘛。哇，谢谢林董买蛋糕给我吃。可以。我要干嘛？你要吃，直接吃啊。不要。忘掉不用嘴哈的，不是我。啊，就唱个主播。拿自己右手拿，真是还啊，很尴尬，可以，谢谢你啊，别走，我现在接着要给 Yuki 做 VIP 哦，到最后人家又变尴尬了，东西哦，我还不想生日哦，难道是我生日吗？你生日啊，生日哎，你要这样子拿住，要这样子拿住，啊，这拿住，哎，怎么是我拿嘞？你生日吗？我生日不是你拿咩？哎，走，你要做吗？啊，走，啊，你自己拿去前面那边去。点莲花灯，哈哈哈哈哈，很尴尬呀！哎，爸，唱下生日歌啊，今天孤独老人生日，哎，蜡烛，鸡蛋，点，过来。好，这边 ，Happy Birthday！ 哈哈哈哈哈，干嘛嘞？我们一起唱嘞，喂。你又比我尴尬嘞。好啦，来啦，接出油啦，接出油啦！实验，这是拜拜啦！耶，这样接生日开心吗？开心！而且我已经是交代好不了，不要饭太隆重了，我就是要简单的过，简单的吃一个饭，吃一个小个蛋糕就可以了。最重要有人记得你生日。对，只要有人记得我生日，我讲一声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 ！OK， 生日快乐！不要讲那么多话，这样很难听。对，吃蛋糕。这个怎么搞了？哎呀，王妈妈吃我的蛋糕了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